6月15日，李易峰现身湖南长沙，为即将上映的新电影《动物世界》参加节目宣传录制。由于这是李易峰时隔2年的新综艺，吸引大批粉丝应援。在李易峰抵达后，现场粉丝立刻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尖叫声。结束录制后，李易峰更新微博，配文：“啊，我的耳朵啊！”一次模仿粉丝热情尖叫，实力宠粉。看来大家的应援一定把峰峰感动到了。而峰峰如此可爱的回应，也让蜜蜂们表示：“啊，太暖心了！”欢迎加入草阿室，暗中观察的峰哥又上线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